那个时间感的强烈程度让我直接进入那个故事里面，没有那种我在看电影的感觉，然后而且处理的非常细致，很多时刻都让我觉得说，哇，这两个年轻的男生怎么可以这么的投入，然后这么的忘我。他们不是在演青春，因为他们本身是青春，骑着摩托车，然后笑一笑，然后互相看一看，就是全是青春，他们没有在演，已经超越画面，让观众可以感受到那个情感的渴望跟连结。就是即使我是一个局外人，我都会在看的时候为他感到难过或者是心酸。即使我是1987年才出生，我依然可以把他投射在说，哇，也许我的父母，也许我某个阿姨，她就是这样成长过来的。怎么办？阿姨出柜？我是读男校的，对，男校真的就差不多是那样。但是每天都有人被阿鲁巴，每天有，每天一定要有，而且就是，然后我就反正我也是，就是会被抓去啊。我们还有那种阿上面的，就是门口上面的啊，这边那个体位哦，就是转过来让往上看的。刚开始没多久，他们在剥核桃啊。哦，对对，压核桃那一个，从他钻进来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紧张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紧张，好怕被发现。我是觉得镜位很小，就是。然后我觉得很棒，然后用那个透光的那个薄幕，然后两个颜色那个颜色，然后那个气音讲话。我喜欢他一直投钱币嘛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，就是我想起我们小时候，如果真的谈恋爱，然后打电话，你就必须要先准备一把零钱。然后那个连接是专属的，它不属于，就是它不是像是在一个软体上面你敲它或者怎么样，它就是那个电话线是一个专属的，就是只有我跟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对，我现在可能已经在彩华妈妈的那个阶段没到啦。哦，对对，那个彩华姐那场戏我觉得完美。其实我在中间有想到要早一点点跟女儿谈这件事情，当她还是在喜欢人的时候。她可以喜欢女生吗？可以啊。想干嘛干嘛，对啊，想干嘛，想干嘛干嘛，喜欢外星人也可以。一世世代代没有人，我们只被教育成繁衍的工具，赚钱的工具。然后你是一个小螺丝，你什么别想，什么爱啊什么，所以就所有人都把自我抹灭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戏可以做到这个提醒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到底爱什么？不管是什么样形象的人来看，都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建伟。大家好，我是爆花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距离上映还有9天，请不要错过，真的不要错过。